夫妻交拜。
我把那把凤冠摘下来，真是苦恩。翡翠贺喜格格姑爷，有情人终成眷属，谢谢。下来，我要你抱着我。好，我抱你，我抱你。我们终于正式摆搭，成为正式的夫妻了。现在的幸福快乐却转眼就要消失了。不要再说了，原谅我吧，是我该求你原谅。要消失，我不准你消失，否则我永远都不能原谅我自己。我该死，该死，那把匕首千不该万不该交给你。如果时光可以倒转，宁愿我当时挨上一枪，也不让那把匕首刺进你的身体，更或者我就认命地待在南方，一辈子都不要回来，旧事不会重提，悲剧不会延续，更不会把你害到这种地步。我还不是这么说。是的，是的，所有的状况都是因为我才会变得那么复杂又难以控制，没有我绝不至于演变成那么疯狂的局面。如果命运可以预先选择，现在可以不要爱情，不要亲情，我只要你好好的活下去，你的生命才是最宝贵的。可是命运却从不让人后悔，他就是这么残忍的叫人畏错，而遗憾终生。也许大部分人能够认命地度过一生，但是我们不是，不然当年又怎么会不顾惊世骇俗，不计如今烦恼，执着相爱你。你的归来，我的重逢，才是我在彼此的身上看到了一份坚贞不渝的爱。能拥有这份爱，我们已经不虚此生真正的活过。再说那小雨点，他是因为我们相爱才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不认识自己的父母。
下了。他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进到海里，尝尽了人生中大喜大悲的起伏转折，实在不是这样小小年纪的孩子所承受得起。我心疼他荡气着，但是至少有一点让我非常安慰，他认识了我，了解到我们是怎么样的相爱，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自己存在的意义。那么我相信，即使我无缘无故，将来他一定会成长得很好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所以，请你不要自责。对于这一切，我没有后悔，没有遗憾，请你也不要犹豫。而秦二老把你全部的爱用来呵护我们的女儿，生死有命，非人力所能变更。生命虽然消失了，但愿我的魂魄能萦绕在你左右，永远。雪珂现在怎么样了？他怎么样了？怎么样了？放开他！你走开！别老那么洪水猛兽，行不行？你们听着，这位是蒙医生，一位顶尖的西医。我是连夜赶路，马不停蹄地送他来看雪珂。只要雪珂还有一口气在，我相信蒙医生一定有办法救他的。你是医生吗？你真的是医生吗？那么求你快救救雪珂，他已经气若游丝了。我的目的正是来救他的，我会全力以赴。他人在哪里？就在房里，就在房里。
家不要急，不要心慌。我告诉你们，孟医生的医术高明是有名的，所以被吴将军网罗在他身边作为专属的医生，因此我也才请得动他。他常年的与军队为伍，治疗枪伤刀伤的经验再丰富不过了，在他手底下挽住的性命实在不计其数，我对他是深具信心的。谢谢你，不管怎么样，你带着孟医生风尘仆仆的赶到，对我们而言真是从天而降的及时雨，我谢谢你。不必谢我，要谢就谢你自己吧。我追车送药被你所拒，那番话你骂得好，我是做了一件可笑的事情，但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当时我心中的悲痛并不下于你，是我的失魂落魄让我失去了冷静思考的能力，而你的一番话让我清醒过来。不服气，我要向你证明我罗志刚是什么样的人，我要尽一切的努力挽救雪珂的生命，然后才把他真正的还。